嘉义县中埔派出所员警黄朝忠昨天下午接获邮局来电，称卢黄夫妻两人同时欲解除定期存款提领现金，到场关心时，黄女虽称解除定存提领现款是为购屋，黄朝忠人机婆提出陪你回家帮忙互抄互送，二人返回住处并拦截到诈骗电话，保住两人185万元积蓄。黄朝忠昨天下午接获中埔邮局杨经理来电，指卢黄夫妻两人一遭诈骗，立即赶到邮局关怀，询问二人提领金钱作何用途，然卢黄夫妻均闭口拒绝回应，经员警及行员不断劝说，黄女始之无吐露，想要买房子。黄朝忠不相信黄女说法，遂抱着吉婆心以互抄名义，强调一定要陪两人回家。到家后，黄女手机恰巧来电，发现她只听不回应，她更深信两人已掉入诈骗集团圈套。书记官打电话来哦，卢黄夫妻听到黄朝忠追问吓了一跳，坦诚接获法院书记官电话，因健保局报案说他诈领保险金20000元，目前法院正在侦办中，要查他账户内金钱流向，需代保管其户头内所有现金，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命令黄女不准向外透露。黄朝忠立即说明原委系假冒官署诈骗案，并建议两人将185万元现金回存。原本不断抱怨的卢黄夫妻在员警不厌其烦的持续说明后，才恍然大悟回存185万元，并再三对黄朝忠说，真的感谢你这么激活。卢黄夫妻两人遭诈骗，昨天到邮局提领185万元积蓄，图片中埔分局提供分享。卢黄夫妻两人遭诈骗，昨天到邮局提领185万元积蓄，图片中埔分局提供分享。鸡婆在黄朝中因为要求互抄陪回家，保住二人185万元积蓄，图片中埔分局提供分享。